它是厚棒升级秋装版的太空棉，里面呢超级滑料，没有带任何一点磨毛，它还有超级大的弹力，然后呢一样是嗲嗲扣。那上衣的话，我准备我腿会超直超瘦哦。超厉害的修饰效果，它可以当外套，又可以当套装的上衣，也可以当衬衫，所以呢一举三得。太空棉的话，来到秋冬，它不是属于冰凉材质，它是属于重磅升级，亲肤感很重。然后呢后面你就可以看它整个的亲肤顺身，不是那一种棉质需要整烫的哦，完全不用整烫。这个口袋呢也是真口袋，单左口袋给大家哦，哎变厚咯，可是一样可以再容纳更厚更厚的衣服，都不会卡袖，所以我觉得咖色真的是绝对时尚。它的裤型就是这样子，非常的顺摆，旁边的肉你放心 SML 都可以穿，很可爱哦。你以为是假翻带，对不对？它是这么长，你看它是真的这样，然后两个正方形的口袋，然后屁股的话超美的，不会看到太多的什么内裤痕啊什么事情，因为它本身就是很弹的，所以你们不用太担心哦。